来到猎魔塔，我是高级引导007，热情为您服务。猎魔塔是所有猎魔团活动的地方，那就是了。这里不但可以领取猎魔团任务，获取功勋，还可以在交易中心领功勋，交易需要的装备和秘籍。到了，这里就是你们注册的地方，以后领取猎魔团任务或者猎魔团升级也都是在这里。猎魔团完成的任务越多，得到的功勋值也就越多，等功勋值达到一定数量，就能从市级晋升为更高阶的将级、帅级、王级、一级猎魔团，甚至是传说中的车道级猎魔团。哈哈哈哈，我们必是未来的称号级猎魔团，那你们可得赶紧争功勋，尽快升级呀。请先站到这边完成注册流程，谢谢配合。随时随地记录功勋，也可以测试你们的灵力高低，它会伴随你们一直到猎魔团征程的结束。接下来你们就自由参观，快乐购物吧。高队，你看是不是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高领队吗？怎么会收这么多功勋啊？不知道，这些人是谁？哎呀，整整2200点功勋，这可太多了。好了，小绿毛，别太嘚瑟。你们购物快去快回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好嘞，谢谢高领队。再去买那个装备，准备好。小心点！听到交易中心竟然连圣灵丹都有的卖，这种丹药可是绝品中的绝品。虽然每人一生只能服用一次，但是一次提升1000点灵力，聚灵光环。消耗释放者的灵力，帮助所有同伴增加灵力恢复速度30%，神迹呀！团长，好眼光。经过前面一战，我发现团队作战中群体增幅技能太重要了，只是好货不便宜啊。对团队好，再贵也值得。武器强化石能增幅武器本身属性的10%，买。复原镜能修复一次24小时内损坏的物品，买。想要，买。想要，买。顶级好货，那就愉快的收下啦。剩的不多了，你们还想要什么？赶紧说。这也太漂亮了。888！婴儿妹妹，就算把我当了，咱们也买不起啊。婴儿，我给你买。团长，我知道你家很有钱，可这里的东西都是要用功勋换的，我们现在的功勋连这项链的零头都凑不够。咦，让你装大款，臭屁！诺浩辰，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，我想请你帮我照顾好婴儿，他其实是我的未婚妻。啊，未婚妻？嘘，小点声，因为过去有些误会，所以他现在跟我闹别扭。哎，什么误会？团长，你说说，看我能不能帮你。总之，我想拜托你保护好婴儿，我可以把我未来获得的功勋分你一半。杨兄，陈婴儿是我的队友，我本来就会竭尽所能保护他的安全。不只是陈婴儿，你们大家都是我的队友和朋友，这次驱魔官之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每一个人。